无双，我想了想，我再三的想了想，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大爷。如果你相信他，你就必须得告诉他。而且我觉得大宇现在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警察了，他可以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的。 我刚刚看到技术部的小肖给你送过来图像处理结果了，退回去，退回去啊！技术人员，听说你过两天要去泰国度假啊，我爸爸给安排的。康老板一起去吗？大宇，啊？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说好了今天提前陪我过生日的。对对对对，我刚在，事儿不在，啊，抱歉抱歉抱歉，看吧看吧。